修理车上午行经东外环道时，引擎盖突然喷火，瞬间陷入火海，现场浓烟密布，驾驶发现不对劲，赶快的跳车逃命。消防人员火速赶到现场灌救时，整辆车已经被大火给吞噬，烧到只剩废铁，还好20分钟内就迅速扑灭火势，没有人员伤亡。